活的这段时间，很多人在带，是个年轻的六七个左右吧。没火的时候，十个人里面两三个，就因为流行起来他才去带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更流行。现在包括丁真的味精啊，或者耳环都卖挺好的，涨价有一点点嘛，不是特别明显。这个耳环它其实带出来是很好看的，丁真火了就把这种好带出去了，就更多的人发现了这种好，更好的去发挥了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吧。应该多了30%，因为以前好多人都是去稻城嘛，就对礼堂的话比较陌生。现在很多人想来礼堂，来的人也特别高兴，突然发现了一个这么美的地方，更好的去认识了一些东西，也有一些问题，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脏区都是。